Trip.com 为全球1亿用户提供旅行预订和出行资讯服务。我们的 App 里有机票、酒店、火车票、门票等丰富的旅行产品，还有海量的目的地信息、用户点评、照片和视频。此外，我们还拥有24小时的多语言客服团队，真正做到了一站式的出行体验，让人们的出行不再有后顾之忧。我们从去年9月开始建立全新的品牌体系与设计理念 Travel Mate Always by Your Side。 在应用设计改版时，谷歌 Play 团队一直和我们持续不断地保持交流，基于 Mate Design 给出非常详细的建议和反馈，我们从中吸取了灵感，有继承也有创新，最终确定了设计的大方向。 Maturity 那的布局规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，它让我们设计出来的内容层级非常清晰，也让用户很快地找到他需要的信息。另外， Maturity 非常强调交互反馈，这个反馈不仅仅是按钮上的动效，还包括比如搜索无结果的时候用插画来舒缓用户的心情。我们在预订流程中加入很多页面转场，来告诉用户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操作起来会有更强的位置感，也让用户在决策的时候更加自信。 Trip.com 覆盖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，支持19种语言。为了保证用户的使用体验优质而统一，我们针对不同的语言文字对界面进行了细致的本地化。我们自行研发的多语言管理平台也会和 App 联动，确保快速而准确地提供多语言信息。不同国家的用户习惯也有不同，比如日历，有的国家以周一作为一周的开始，有的则是周日。在不同的国家，周末的代表色也有不同。我们希望产品中充满风格统一但很本地化的细节，想要进一步扩大受众，就需要考虑更多人群的需求。Material Design 在易读性方面提供了全面的指引，我们所有的配色方案都有足够的对比度。我们还为色盲、色弱等有视觉障碍的用户提供更多的视觉线索，比如预订详情页，我们就同时提供颜色区分加插画区分加解释说明，来区分不同订单的状态。在产品改版的过程中， Google Play 团队一直有结合 Material Design 给予我们建议、指导以及最佳实践的分享，另外还提醒我们应当控制安卓应用的权限请求数量，让我们的用户更加安心地使用我们的产品。在改版之后，我们看到首页的跳出率降低了3到4个百分点，应用粘性的增加也说明用户在新版的设计中的体验更加舒适。今年3月 Trip.com 得到了 Google Play 的推荐，更是在10月获得了 Material Design 的大奖。 Material Design 的开放性让我们可以在其框架之上表达品牌独有的个性。谷歌设计团队常说 Design is never done， 在让用户满意的设计之旅上， Trip.com 也没有终点。